然后做八个点，是做这个袋子的位置图，好，定位它哈。然后这边是11.5，这边是5公分，第一个点，然后过来3公分，第二个点，所以总共会有八个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样懂哈？画完八个点之后嘞，八个点在这里，我呢很大这样。八个点换之后呢，把两块布重叠在一起哈，两块布重叠在一起哈，然后用拿锥子好戳洞，就直接这样戳进去哦。你要对齐哦，两块布要先对齐，然后戳洞。如果你怕对不齐有没有，你就用珠针固定，就这样先固定。对齐之后呢，这个要戳洞哈，用锥子戳哈，就直接要戳进去。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戳进去。来，谁要帮我戳这八个洞？